好，在这一题呢，他要问哪一个是方向？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呢，你懂，就是说，如果我这一边有空哦，有空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不是方向。OK，就是这一个呢，我叫它自闭男，自己在那一边，自己一个人的，没有去的找别人的，没有去追女生的，这个是自闭。难，OK，自闭难，自闭难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不是方向，OK，它就不是方向，not 方向。然后过后呢，这一个它，所以这两个就很确定它不是方向了。接着呢，这一个呢，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两个男的追一个女的，不是这个女的错啊，是他们追她嘛。所以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方旋来的，OK。然后因为它没有渣男的存在，记得方旋呢，我的讲法是没有那个渣男和自闭男，它就是方旋。So 那个渣男是怎样的东西呢？自闭男就像这两个，它是属于自闭男的哦。然后渣男是怎样？渣男就是你想象一下，假设我在这一边，然后我有一个 A，然后这一边有二三，我同时一个 A 追两个二三的情况之下呢，这一个就是渣男，这个 A 就是渣男，然后他这一个就是不是方旋，OK，他不是方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渣男，OK。一个男的追两个女的，这一个就是。然后当然你在考试的时候，他问他是不是方向的时候呢，你就要讲这一个是 one two，OK，等下，OK，那这个是 one two one，然后 relation。然后这个呢是 many to one relation，OK，然后你可以发现到像这一种有渣男的啦，OK，除了刚刚的这一个有渣男，然后渣男除了有渣男之外呢，他还有那个什么，有一个女生被两个男生追，这一个。B 他不是渣男，OK，so 这个是有渣男，渣男是 A，渣男是 A，然后的你在讲的时候呢，这一个呢，它其实是什么东西来的？它这一个其实是属于那个这一个是one two，然后。Many relation，然后下面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属于那一个 many to many relation，就很多，继续很多的那一种，这个是 many to many relation。然后我们怎样看呢？就是说它是 to one 的情况之下，OK，to one 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方向，too many 的情况之下，它就不是方向，OK，好，不是，不是，too one 是，那一个many to one 呢，就很多个借去一个，one to many 呢，就是有一个借去很多个，many to many 呢，就是。它有很多个借去一个的单额，又有一个借去很多个，这就是 many to many。但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方向的时候，很简单的，就是你看到它是 A have two image，A have two image，然后 Q don't have image，P don't have image，所以这一些不是它的那个方向的原因就是这样，OK。我们在这一边，我们不要讲有渣男啦、啊。然后，如果他要我们给原因的时候呢，他我们的原因应该是这样来，就是说，
那有渣男的这一个，我们讲 because they have more than one image，这样，OK，A 有多过一个 image，然后这一个呢，就 children have image，OK，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是 he don't have image，这样。